左后肩膀痛，左后肩膀痛，我看到那个，马斯克了是我撑在我的那个，左肩膀上，手撑在我的左肩膀上，身体就挺直了手撑着，人垂直挺直了想往上爬呀，想往上爬呀，那个是在灵界外星人把它放在我的肩膀上，就是让他要感受感受灵界的存在，希望他能感受到但是现在他在梦里边，有模糊的感觉，但说不清楚明确的是怎么一回事现在还在折腾当中，马斯克还在折腾当中，好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